真的好帅哦！看您笑容满面、容光焕发的样子，刚才肯定打了胜仗。轻松面对，信手拈来啊！我真的羡慕你，我总是没办法那么轻松面对，都快赢的那一场。刚刚绿太太来，她先生委任的律师是孙静怡，这场仗我一定要赢。艾米丽的五件事，台视东森联合献映。大家好，我是周瑶，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和我一起支持艾米丽的五件事哦。